Amber，Amber，Ambe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佳，在这里我要祝我们的刘玉云在《乘风2023》呢，一切都录制的顺利，然后可以展现她所有的魅力。那作为她的好朋友呢，也作为她的在《乘风》上面的前辈呢，我就想跟你说，好好表演，认真跟老师沟通。赵老师，我很爱的。然后这段旅程可能会很辛苦，但是也我相信也会留下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回忆，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。所以希望认真对待舞台，然后好好享受生活。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，加油，损。